天哪，你们这么不喜欢开学吗？前两天我也就在视频里面提了一嘴开学快乐，结果评论区的小伙伴们根本坐不住了，纷纷给我留言开学快乐，你不是有病吧陆子野，我要取关你。大家对于开学真的就这么反感吗？为了寻找这个真实答案，陆子野打算今天就到学校门口随机采访几位同学，看看他们对于开学的真实想法是什么。对于接受采访的小朋友啊，陆子野还给他准备了一些小东西，布鲁克第九弹的奥特曼吉木人仔。哎，小朋友，今天是不是第一天开学？哦，你喜欢上学吗？你不是太喜欢吗？不喜欢。烦恼进入我的耳朵里，摇摇头，把烦恼摇出来。这小朋友能不能采访你一下了？你喜欢开学吗？不喜欢。还好吧。你喜欢奥特曼吗？不喜欢。不喜欢。我能采访你一下吗？啊。喜欢开学吗？喜欢。认识吗？不是，你不喜欢奥特曼吗？我能，哎，别跑啊！你认识我吗？哎 ，Hello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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 粉丝，等等啊，我有奥特曼要送，过来。喜欢开学吗？你最喜欢哪门课了？数学。这边有几个奥特曼你知道吧？应该布鲁克的最新九弹，我送你一个，你可以挑一个。哇，你居然挑那个黑暗路加尔。你喜欢开学不？最喜欢哪门课了？画画。我这边有几个奥特曼你见过吗？之前看那个陆子野视频的时候看见过。你认识我吗？我不认识。你不认识我？你再看看我是谁。感觉你跟那个陆子野长得挺像的。跟陆子野长得挺像的，我就是呀。啊啊！想起来没有？想起来了，你是陆子野。认出来了。叮叮叮！我这边有几个奥特曼，送你一个。除了隐藏款，你可以拿。除了隐藏款，这个是隐藏款第九弹的，你可以看一下。对，你呢？拿一个。你挑这个啊？可以，送你了。我能采访你俩吗？能啊。可以啊，我好像看过你，我在电视上看，关注不了。陆子野的玩具屋，但是我看过你，我关注过你，关注过啊。陆子野，你的陆子野，还有那个枪的拼装的。哦，你这是忠实粉丝，忠实粉丝。还有那个我的世界萌，陆子野。对。还有那个新的陆子野，就是那个挤的，就是绿色史莱姆的那个。哦，绿色史莱姆，对，有那个怪兽的，对。你喜欢开学不？还好。那你学习好不好？还行吧，因为我们现在不是排名。周南啊，那你最喜欢哪门课呀？体育。嗯，中间的你拿的就是隐藏款。我看看。可以先看一下，你拿隐藏款不能拿，其他可以拿。你喜欢开学不？喜欢上学吗？喜欢。最喜欢哪门课？最喜欢数学。送你一个奥特曼，你要维克特利啊？你喜欢开学不？不喜欢。我喜欢等一下看吹着空调吃西瓜看着电视。好，我的视频。好，谢谢你们，拜拜。果不其然，大家最不喜欢的就是这个怪兽，金骨桥也没人要，都拿走了奥特曼。这个隐藏款我是特意留下来的。又碰到了。喜欢开学不？十分之喜欢啊。十分之喜欢。十分之喜欢。上学好不好？十分之不好。你最喜欢哪门课呀？我最喜欢体育课。只剩下了三个奥特曼隐藏款不能拿哦。好吧。其他可以拿一个，因为其他奥特曼他们都拿走了。哦。这个行吗？可以，没问题。我还以为他没人要呢。那个隐藏款。好吧，这个呢？这个可以。好，那拿这个。金骨桥拿走了。好，谢谢。拜拜。最后两个了。你下次来的时候也在上，放学的时候。没问题，我放学的时候会。下次来，我让我爸一起教。好嘞。还有一个啊，喜欢开学吗？最喜欢哪门课？语文。那还可以嘛，语文这么好。还有一个怪兽，你要吗？怪兽。啊，拿走吧。你不要。最抢手的就是隐藏款，最不受人待见的就是这个怪兽。哇，给人都没人要。太惨了。